波波星球，记得订阅波波星球泡泡哥哥的频道哦。来，我们先让警车过哈，这是警车。警车，他们警车好幽默，你看后面，他们警车。哎，坐的，赶快上车。是，高敏，快点你的车啊。今天我们要搭的车是电动嘟嘟车，而且呢，感觉比较高级一点点。妹妹早安。他们在干嘛？是起跳价吗？起跳价哦。好，来，刚刚那种私有的就比较小的那一种，这种，那个大概75到100不等，75到100。但是像我们要去贝格沙滩最顶端的话，对，它一台都250到350。250到350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走去贝格沙滩喽。这里一样是有卖一些芒果干啊，还有一些拖鞋啊，沙滩热带国家卖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包包啊，这种包包我买了7个了吧，还有卖一些就是椰子水，他们这椰子水真的很好喝。我们现在1 OK， 买椰子汁60元 ，Peso 在这里很便宜，因为我前面卖80或120。耶，椰子汁，耶、喝看看。气的感觉，有吸管的朋友记得这是纸哦，就跟我一样。跟你一样，纸骗人吗？嗯哼，傻眼。对啊，它味道就是有感觉是椰子汽水，椰子汽水感觉，然后很好喝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长滩岛什么？长滩岛的东岸非常的美吧？好幽默的大哥。啊 ，Thank you， 报个大龟吗？大家排。我们导游现在为我们解释一下，什么东西是可以买，什么东西不可以买。来，我第一天在巴士上有说，长滩岛的沙子就叫沙坪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多人想买，但是不可以带不走。如果你被发现，到机场的时候被发现是有行者，要在这边被关5到7天。五到七天哦。对啊，来，你们比拳头大的裸背，像这个就是裸背，这个也是不行，这个就是裸背。比拳头大，这个都是有争议的，都是不要买，不带不走。比拳头还小，像这个有加工过的，比拳头还小的 ，OK 可以买，这个也是加工过的，这个就没有问题。加工过的才可以买。但是要比拳头还小。要比拳头还小。贝壳沙滩。这里的蟾蜍包啊，是真的蟾蜍做的哎，看一下，真的是蟾蜍的皮。目前呢，我们看全长滩岛换泉所，目前汇率最高是这一家店，叫做 NIKKO， 就是这里。然后这里感觉也比较安全，因为其他换泉所都小小的，然后汇率就是没有这里的好。我一样就是全身啊，衣服都脱掉，脱掉是三零。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按摩店，精油按摩，菲氏的精油按摩。那我们菲氏精油按摩不像泰国那种按摩，会把你折到好像会扭到那种感觉，一直在帮你折。没有，那这边菲氏按摩是属于酥柔型的按摩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太小力，你要大力一点，来大拇指比起来就叫大力。大力。那一点哦，当你比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一定会问你们妈。妈不是叫你妈妈，是 maiden 的意思，在这边我们叫妈。Sir, OK 吗？妈 OK 吗？因为你比他会加强力道，对不对？他就会问你，妈这个力道 OK 吗？如果 OK， 你就给他 OK。如果不 OK， 还是太小力，你就继续这样比。哎，又继续处理。如果真的很痛的话，小力，这叫小力。对，他就会在 OK OK， 然后再降小力一点。他一样和妈折这样 OK 吗？他才会去抓到。你适合的力道，因为每个人的适应的力道力气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来长滩岛的人可以自己带一些椰子油，对，因为我们下去的时候呢，头发再回去洗的时候才不会打结，要不然因为太涩，手脚也要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水母，
出去改拍谁？还有谁？拍谁？哎呦，我们 Tina 哥哥，我哇，他是刚刮头发，我去抓你头发，不用啊，那是长头发。谁开机？来，过个水就可以带了。它这个下次都是这个槽里面的。Thank you。这个是槽里多了。他们这里脚脚腿也太可爱了吧！他有做鱼是180，做鱼，然后拖鞋是150。然后是可以再帮你切开。其实呢，买东西呢，不要因为它便宜就一直乱买，然后回去都会觉得说超级多没有用的东西。你们买东西真的要搞清楚你们是需要还是想要。像我这个包包，我就是想要。包包我真的觉得太贵了。太贵了吧？对，还不可以杀价哎。他说如果他卖我们便宜会被老板杀。其实我们都听得懂，但是我们都假装听不懂。对，这时候大家都很好，都知道他讲什么，然后假装听不懂，说 It's busy, it's busy, OK, OK, 都一直讲。对啊，就还 You are beautiful 啊，这招对他没有用，所以没就跟他讲价钱，两个多少还是没有用，那就算了，就看你们自己要不要买了。回台湾了，他们真的是物尽其用，真的是。生活智慧王，下面是给我们做的，上面放行李。然后机场楼上除了有免税店，就是唯一一家免税店之外，还有 Victoria 这小贵的乳液之外，还有这种简单式的就是小摊贩，就是如果你想要购买一些例如颈枕啊，或者是他们的当地的一些食物啊，或者是一些名产，在这里还是可以买到，例如椰子油啊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剩下的披索花完，因为其实你带回台湾没有办法换，除非你下次还要再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能花披索能把它用掉就把它用掉。其实我建议来这里大概换$200来这里用，其实就蛮够用的。而且要像我买这么多才有办法。如果你没有用这么多，大概$100就够用。我们出境呢，它就只有两个路口 ，Gate One 跟 Gate Two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觉得人太多，你就可以去二楼。这个怎么洗头？这洗头也是可以洗的吗？可以啊，你把洗发精洗上去，它就自己洗，直接吹干。可是那个不会湿湿的吗？就吹干，吹干啊。哦，还喜欢吗？还喜欢，我每天都换。你每天都换？对，我每天都去变它，变不一样的颜色。难怪，好 fashion 哦。我爱中丹达。记得订阅波波星球泡泡哥哥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